一个人如果身体不健全，当然很不幸，可是他的心灵也许比常人更纯洁、更高贵、更完美。而且一个身体残缺的人，精诚所至，一样能对社会有所贡献。因此我们评断一个人的好坏，从外表来看是不够的，内在的品性才是最重要的依据。一个人的情感能够从口里表达的，不一定比蕴藏在心中说不出来的更真诚。我的太太方依依就是一个例子。我的母亲和方依依的母亲是表姐妹，我们被指腹为婚。依依生下来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，但是爹妈遵从古意，不愿反悔，于是我就娶了一个又聋又哑的太太。也这么深了，他为什么还坐得那么远，不走过来看看我？怎么，难道他知道我是个哑巴，他就讨厌我，不喜欢我，他不愿意跟我同房？他是个哑巴，凭什么我该娶个哑巴？谁知道他长得是个什么样子的脸？除了是个哑巴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的缺陷？不，我不能跟一个毫无情感、从来没有见过一面的陌生人就一夜之间结成夫妻，这太不合情理了。不，我不愿意，我不愿意。他一个人坐在那儿想什么？这么晚了，难道他还不疲倦？我真想走过去叫他，可是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不管你怎么想，你休想我跟你同床，让你像一座泥塑的神像一样孤单地坐着吧。我宁愿在这坐到天亮，也不愿意理你。
你就是方依依，你很美，你很美。我说你很美，你听见了吗？这太不公平了，他为什么是个哑巴？不应该是个哑巴，这太不公平了。不是怪你，你很美，也很可爱。我知道你的缺陷，你不会说话。依依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待你。亲事我们总算守了信约，依依的爹妈地下有知，也应该高兴了。依依，我真没有想到你会是……我真糊涂。你是听不见我讲话的，我以后会慢慢的练习用手势跟你讲话。书房，金少奶奶长得真漂亮，可惜就是哑巴。哎，
对了，我们小姐以为她自己长得最漂亮，其实跟新少奶奶比起来可差远了。你们在说什么？小姐没说什么。走，快走。长得比我漂亮。小姐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少管，这样不好，讨厌。妈，妈，味道还不错。人长得漂亮，没想到你还会做一手好菜，你真是个好媳妇儿。好，少奶奶，太太说你好。这孩子的脾气真是不可捉摸，想不到他会这么样喜欢依依。人长得漂亮又懂礼貌，当然讨人喜欢。唉，可惜就是不会说话。不会说话反而好，免得像老大的媳妇一样天天在家里搬弄是非。你站累了，再回房去歇一会儿。你回房去歇一会儿。哎，快来快来，快点！
你不要以为长得比我美，可惜你是个哑巴，你不会说话，你什么了不起啊？静文，静文呐、啊，你理他干什么呀？走，我们上街去吧。笑死我了，大嫂，他以为他很了不起啊？他一个哑巴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少奶奶，你不要难过，你不要难过吗？大嫂，弟爷，二哥，你们出去啊！翠玉，是怎么回事？少奶奶为什么难过？是。翠玉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说呀。是。翠玉，你快老实告诉我，不要瞒着我，快说。真是岂有此理！我去找他们。我不是他们欺负你，我不许任何人欺负你。我真高兴，我就要有个孩子了，我快要做爸爸了。依依，不管是生男的或者生女的，我都会爱他，就像爱你一样。爹妈知道了一定也很高兴，走，我们去告诉他们。太太，希望二媳妇能生一个男的，也好让我们早一点抱一抱孙子。我也这么想，大媳妇生了两个女儿以后就不能再生了，现在只有指望二媳妇了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保佑我的二媳妇生一个男的，好让我早一点抱一抱孙子，菩萨保佑。大嫂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哑巴怀孕了。知道啊，谁知道会生个什么东西？生儿子啊。哼，爹妈就可以抱孙子了。我看要是真的生个儿子，八成也是小哑巴。妈还忙着给他做衣服做鞋子呢。妈，妈，静文，你上哪去？我，这个烂了嘴的丫头，将来也要嫁人的，给你找个哑巴丈夫，看你还多嘴。妈，妈，我可没说什么。哼，你的嘴巴还会饶人呢。
花入结语还多事，时不能言最可忍。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二少奶奶生了。哦，妈，已经生了。嗯，等一等，二少爷，现在还不能进去。啊，妈，是生男的还是生女的？哎，女的。啊，太太，先开花后结果，头一胎是女的，下一胎呀，保证生男的。恭喜你了，二弟。谢谢你，大嫂。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是女的。哦，也生了个女的。翠红，我可以进去吗？可以。啊，二少爷，恭喜你了。依依，对不起，真惭愧，下一次我一定给你生一个儿子。我真高兴，我有了个女儿了。二少爷，你看，长得跟少奶奶一模一样啊。啊，辛苦你了，陈嫂。哪里哪里。哟哟，哎，你看多好玩。你还没名字呢，让我想想。你是下雪天生的，就叫你瑞雪。瑞雪。雪儿，雪儿。雪儿真可爱啊，哎，可惜是个女的，好像我们命中注定没有孙子。依依年轻还能生，先开花后结果，下回一定生个儿子。哎，对，叫你妈妈快点给你生一个弟弟，好让我早一点抱一抱孙子啊。哼，老两口那么偏心，天天抱着雪儿，宠得像个宝贝一样，从来也不摸一下我们这两个孩子，哼，真是太偏心了。爹妈怎么会有这种意思呢？你呀，你老爱计较这些。为什么不计较？依我看呢，要是你不听我的话，早点让老头把家产分开，将来老二生个儿子就会让他占便宜。你不要胡说。胡说？哼，有一天你吃了亏啊，懊悔都来不及。
好了好了，不要啰嗦了，你让我亲近一下行不行？嗯，烦死人了。没有用的了，生了你们这些不讨人喜欢的孩子。老少爷回来了。哎，雪儿。二少爷。雪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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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方依依，又是一个哑巴，这是谁造的孽？能不能医好？恐怕希望很小。都怪我不好，千不该万不该，当初不该跟方家指腹为婚。哎，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静言，为了你的后代，你应该马上再娶一房。嗯，
我明天找媒婆再跟你说一个。妈，既然我娶了方依依，就绝不再娶别的女人。静言，我年纪已经这么老了，到现在还没看到一个孙子，我不能让柳家绝了后代。爹，依依是个可怜的人，不管怎么样，我绝不能再娶个女人来伤她的心，除非她讨厌我，不要我。那么你总不能让柳家的后代都变成哑巴。你说怎么办？从今天起，我就跟依依分房住好了。二少爷，床铺好了，您早点休息吧。嗯，你去睡吧。是。翠玉。啊，二少爷，你有什么事？没什么，你去吧。嫂子，二哥讨厌你，不喜欢你了，为了躲你才搬到书房里来住。哼，你真好意思，居然还来找他。
跟你说的话听到没有啊？啊，对了，你不会说话，你是个哑巴，你女儿是个小哑巴。来来来，我抱抱。长得倒不错，可惜就是个哑巴。你什么？我也不把它吃了。哦，哦，拿去拿去，废物都不要。新闻，你跟雪儿什么地方对不起你？你老是欺负他们。我是跟他们开玩笑的。开玩笑？你跟一个身体残废的小孩子开玩笑，你不觉得惭愧吗？她是你的侄女啊。我才不稀罕这个哑巴侄女。我会不要你，我躲避你是怕再有孩子，我不愿意把我们的不幸延续下去。依依，我喜欢你，我太喜欢你了。我这次办这所盲哑学校，虽然困难很多，只要各位肯帮忙，一定会成功的。哥俩，军阳兄，你放心好，不管别人怎么样，我一定支持你。哎，柳静言怎么还没来呀、啊？军阳兄啊，你跟他约好了没有？哦，他一定要来，他亲口答应我要来参加我们这次聚会。听说静言太太是哑巴，女儿也是哑巴，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哎，太可惜了。行行行，好，好，好。来干杯！柳爷，赶紧里边请。请。没干吗？哎，二位，您这边坐。
宝琴来了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走，来。真对不起，累你久等了。哪里？没关系。哦，静雅，我办这个盲哑学校，你怎么支持我？那还用说吗？我当然全力支持。君相，你快点把学校办好，我可以送我的女儿来上学。哦，那好极了，静雅，只要你肯帮忙，我这个学校一定可以办成了。君相兄啊，我看将来就让金岩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是最合适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老兄不但有一位金岩的女儿，而且还有一位金岩的太太。没有人性，你又怀孕了。真的有没有人知道你怀孕？快说，有没有人知道？你不能生这个孩子，打掉他，打掉他，打掉他！我不能叫你肚里这个孩子。你一定要打掉他，我不能让我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做哑巴。我求求你，让我留着他吧，这一次我一定会为你生个正常的孩子。不，你不会，你生下来的都跟雪儿一样，
我不愿意把我们的不幸延续下去，打掉它，决心打掉它。我现在弄药来给你吃。这碗药喝下去，喝下去。求求你，求求你，让我留下这个孩子。喝下去，喝。不不，求求你发发慈悲，我要这个孩子。我会生一个正常的孩子，我一生一世永远都感激你。来，喝下去，喝。你不会生正常的孩子，你一定要喝下这碗药。你一定要我喝，是你逼着要我喝。你心甘情愿这样做，你这样做不会后悔？不后悔，告诉你，绝不后悔。喝，我命令你喝下去。什么事匆匆忙忙的？哎，老二那哑巴媳妇流产了。哦，听说是个男胎。哎，太可惜了。告诉你吧，你那个宝贝兄弟啊，爱那哑巴爱过了火，人家怀了身孕还不让人家休息，所以就闯下这个祸来了。你就是嘴上缺德，难怪你不生儿子。哎，不生儿子是你没有本事，不怪你自己哦，反怪到我身上来了。哼，真是奇怪。我好好好，我不跟你吵。岁月，嗯，少奶奶怎么样？她一天都没有吃东西，身体很弱。对不起你，都是我不好。不过，我说过，我不愿把我们的不幸延续下去。你还生我的气吗？
真是太可惜。要是生下来，说不定会是个正常的孩子。哎，我看就决定再给静言娶一房吧。也好，这一次不管他愿意不愿意，先娶进来再说。对，就这么办。依依，我实在对不起你，只好一走了之。我罪孽深重，你会永远恨我。我无法求你见谅，但祈千万珍重，善事雪儿。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太太死了，女儿出嫁了，静言离家出走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唉，这些年来都是依依在照顾我。唉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？这些你就别操心了，还是好好的养病吧。巨人兄，
你的病没什么关系。哦，放心好了。大少奶奶，哎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大少爷在外面做生意做垮了，哪还有钱？哼，老头子整天的看病吃药，我没那么多钱。大少奶奶，老爷这些日子看病都是二少奶奶变卖了首饰。哼，他好，他孝顺，他有钱，那你找他要钱。下去怎么得了？静言不是没有情义的人，我想早晚他会回来的。王妈，少奶奶有什么困难通知我好了，学校事情太忙，我先走了，有空我会常来看看。是，你自己保重。请留步，留步。奶奶，二少奶奶，信信。这孩子走了这么久，到现在才有信来，简直是忤逆不孝。他妈妈死了不回来奔丧，我病了也不回来看看，养这种儿子有什么用哦？老爷，二少爷信上说些什么？没说什么，只说他住在上海。哎，啊，雪儿，你爸爸把我们都忘了。早就跟你说过，我们举行一次结婚仪式就名正言顺了，你偏不听，这样拖下去算什么？我不是已经写信回家了吗？接到家里回信以后就可以决定我们的事情。哼，写信写信，我看你对我根本没有真心，拿写信做挡箭牌，做推脱的借口。你要是真心爱我，绝对马上结婚。我们已经同居这么久了，再多等几天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怎么等家里的回信呢？你那个太太还活着，恐怕对你早已经死了心，要不她怎么不给你回信呢？静言，我看你就不必三心二意了，我们还是早一点完成合法手续，免得名分不清被人家说闲话。反正我们还没有孩子，急什么？结婚总不能随随便便就决定了。哦，那我们同居就可以随随便便下去？你把我看成什么样的女人了？菲菲，你要弄清楚，当初我们同居是你自己愿意的，我并没有强迫你，而且我也没有答应说要跟你结婚呢。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便宜都叫你占了，你还说出这种话来。
简直太欺负人了。人家对你是一片真心，你连个好歹都分不出来，这多叫人伤心了。菲菲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都怪我不好。那我到公司去了，啊。不辞而别，何家堕入痛苦深渊。今日心皆来函，知君健康，心幸无比。母亲已于三年前去世，老父亦因疾病缠绵，日益衰弱。雪儿已16岁，乖巧可爱，现就读于盲哑学校，为身负残疾，令人怜悯。薄命如我母女，夫妇何言？八年来，妾日夜思维，深知君当日用心良苦，妾不察君心，未体君意，致夫妇乖离，骨肉分散，只感残旧。尔来家境日趋困苦，父老女幼，生活日艰，勿盼早作归籍，不胜感激。客居在外，千起珍重。刘太太，刘太太，哎，我们这是3缺1啊，你也来吧。好，张太太跟王太太他们都来了，我马上就来啊。好好。回来这么早？嗯，你到哪儿去？我到隔壁打牌去。这是我给你买的衣料。
这块料子这么素，又没有花，我一点也不喜欢。便宜货在家里随便穿穿的。哼，你就想整天把我关在家里，我不是你的太太，不好意思带出去见人是不是？你说呀。哼，告诉你，人家隔壁李太太其实天天给他买衣料，看到市面上有新的花样，不等太太开口就先把衣料买回来。再说四号住的王太太，人家王先生待得多好，只要有失心的，太太说买就买。像你呀，买一块料子横看竖看，东一家西一家，净挑便宜的，过了时才买。买也不好，不买也不好，你呀，你真难伺候。哼，你根本就不关心我，我不在你的心上，你的心上人在你的老家。你要是关心我的话，你就不会专挑便宜的料子买给我，也不会把我们结婚的事拖着不提。你看，你看，你要扯到哪儿去了？我不是不跟你结婚，是家里一直没回信呢。我，哎，真奇怪，我写了好几封信回家，为什么一直没有回信呢？哼，依我看啊，不是人死了，就是搬家了，再不然啊，就是你那个太太嫁人了。景言，我看你还是安心的留在这儿吧。啊，我们把结婚手续办好以后，我会替你生孩子的。你要生男的，我就给你生男的；你要生女的，我就给你生女的。你少啰嗦，你去打牌去吧。哎，你看你这个人，人家好言好语的劝你，你又嫌我啰嗦。最好啊，人家是个哑巴，不会开口说话，你就不会嫌啰嗦了。住口！哎，你发什么脾气？我是真心爱你啊，你怎么那么不知道好歹？你是前世修的，才修到我，我什么条亏待过你？我把我的心都可以挖给你啊！我是真心真意的爱你，我看你一点都不爱我。告诉你，我哪点比不上你哑巴太太？你还不满意我？你还不满意我？你这个没良心的！我为什么对你要那么好？你为什么要不满意我？为什么？看你一点都不爱我，你真是太没有良心了！太没有良心了！什么亏待过你？亏待过你？你说呀！我什么亏待过你？亏待过你？哪点比不上你哑巴那个哑巴？你说我哪点？我哪点哑巴那个哑巴？为什么比不上那个哑巴那个哑巴？你说呀！说呀！我说呀！我想他比不上他。你说呀！说呀！我为什么？不要说了！不要说了！我不要听！我不要听！我讨厌你！出家以后，我才知道媳妇难做，婆家吃得好，穿得好，可是我天天受气，受婆婆的气，受小姑子的气，我不敢哭，只好偷偷的流泪。二嫂，我以前常常故意的气你。现在轮到我自己了，二嫂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。我知道你听不见，可是我一定要告诉你，二嫂，请你原谅我，原谅我。二少奶奶的心肠好，这些日子家里头全靠着他变卖首饰，硬撑着这个场面。说起来惭愧得很，我不但没能接济你们少奶奶，她反而要把她多年绣制的成品捐给学校义卖。我真不忍心接受她的好意，实在是学校的经费太困难了。二少奶奶来了。哦，谢谢你。
要我们了吗？妈在想你，我也想你，我们都在想你。妈已经病了，你知道吗？天保佑妈的病早点好，让爸爸早点回来吧。走，我不能让他回去。你要干什么你？拿来。不不，拿来。我不给你，我不给你。拿来。怪不得我接不到家里的回信，原来都叫你烧掉了。是我烧的，你怎么样？你真是卑鄙无耻。你拿来。不不给你。拿来。你离家已经十年了，我真想念你。记得你在家的时候，欢笑常挂在妈的脸上。自你出走，家里再也找不到一丝欢乐的气息。妈辛苦把我养大，但是她自己却日渐憔悴。爹，你为什么不回来呢？妈曾多次写信，希望爹早点回来，可是你总是答非所问。难道你不想回来了吗？你是忘了可怜的妈和我了吗？祖父已于年初去世，妈也因焦急过度病倒在床，最近病况日趋严重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爹，我不能没有母亲，我求求你赶快回来照顾妈。爹，请你可怜我，答应我回来吧。Thank you.
二少爷，你可回来了，二少奶奶她已经死了。我是静烟，我回来了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你听见了没有？雪儿，雪儿，去世后，遗下雪儿孤苦伶仃，无依无助。倘一日归来，请善待子女，且虽在九泉之下，以瞑目矣，一一绝笔。对不起你妈，花如解语还多事，实不能言最可人，一一宿。
这些年来学校的经济情形一直都很困难，社会上一般人对于盲哑教育并不重视，只有嫂夫人古道热肠，她很慷慨地把她这许多年来辛辛苦苦绣制的成品捐给学校，她这种热心教育的精神太令人敬佩了。静言兄，嫂夫人是个身体有缺陷的女性，但是她的所作所为真使我们这些身体健全的男人感到惭愧，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好人，可惜他死得太早了。